这又往里打啥呢？咱就不能好好吃个饭？吓我一跳你！这不说话呢，吓我一跳。那还不是因为自己做坏事心虚，我还是安生吃我的饼吧。这苏子这么吊渣，他嘴小子都兜不住啊。怎么他也不吃鸡腿？看来我的猜测是对的。啊！夹这么多肉。这一个饼也没吃饱啊，鸡腿不能吃，我还是吃饼吧。行行，好嘞，知道了。一个饼太少了，我吃不饱。吃不饱你怎么不吃鸡腿啊？又玩我是吧？又整新花样是吧？这回吃饱了吗？饱了。哎，你敢吃啊？哎呦我的妈！叫你老套路我。啊！应该看见了，快换我这盘。你也吃啊？我等你跟我换。先吃面。啥情况？这咋还吃上了？这可咋整？你赶紧吃啊！我这也不能不吃啊，快赶紧吃吧。我出去了吃吧。赶紧吃啊。我这不吃呢。吃太慢了，快点吃。
车不能被他发现，我给他放了辣椒面。哎呀妈呀！哎呀妈！啊！让你总是套路我，看我这次放个大招。没拿，你拿去。敢让我喝醋，我要让你又吃芥末又喝醋。Thank you.
吃完了你还？咋没反应？完了，趁我出去又给我换了。走。